啊，交俾集前十二档啊，巴闭哥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十场赛事三班，直路一千，大热系十，准备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呢，咁前面快集嘅马爱兰位置疑心声啦，骤下骤下咁都占先啊。中间位置有南晚昼英雄豪杰走咗上去精彩勇士啊，咁啊三四位啦，咁啊黄帽紫色衫啊巴闭哥啦，中间呢有八心之威、八心八战入面心花放啊，好多层加州雷电非凡、龙腾飞翔啊，咁啊中间夹住六三紫色眼罩，咁啊有呢只三代同心啦，后啲日日迎响尾三，尾二呢就进黄宝，暂时殿后系明欣赏一半嘅路程啦。内呢个爱兰位置有疑心声。中间拍住咧有精彩勇士啊，跟住个第三位咧就巴闭哥啦，爱兰咁啊，南晚昼英雄豪杰啊，有冇位咧？咁再见到入边位置啦，八心八战非凡亦都追紧，最入嗰边有加州雷电同埋内闪嘅就龙腾飞翔啊，最后二百零米啦，透出嘅咪精彩勇士斗紧咧，爱兰位置就疑心声，英雄豪杰咧咁啊，同埋呢只咧巴闭哥争紧位，再喺入边仲加咗个雷电，接近终点精彩勇士就赢出呢场赛事，跑第二名疑心声啊，第三名埋边。是嗰匹巴闭哥，咁啊一路封住嗰只英雄豪杰咧，就冇乜位喎。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呢只精彩勇士，咁啊都系直路一千，佢都冇问题嘅马啦。外栏位置都系啦，疑心声跑第三名，巴闭哥一路右手车轮边，咁啊嗰只英雄豪杰一路都冇位出，跑个第四。五号嘅精彩勇士就系好快移咗出嚟啊，结果咧又胜出啦，临尾落飞啊十三倍啊，咁啊赢三场啦。第二名八号马呢就疑心声啦，咁啊梁家俊。第三名咧先见到七号嘅巴闭哥潘顿，咁啊十号嘅英雄豪杰苏兆辉第四，一路俾人封住啦，出唔到嚟，都骑唔到啊英雄豪杰嗰度，真系冇位喎、啊、英雄豪杰。佢临尾都系佢大热门嚟噶，咪今日都唔顺嘅苏兆辉。八号、七号、十号嘅时间就五十七秒一五，咁咪赚唔到咧？苏兆辉都系啊，佢潘顿一路咁系啊，一路冇位啊。嗱，咁咪再赚，睇下直镜先啊。好，睇下预计派赛先啦。跑第一名咧就系五号嘅精彩勇士啦，独赢派137.5，位置派35.5嘅。跑第二名系八号嘅疑心声，位置派23.5。跑第三名系七号巴闭哥，位置派14.5。连赢位五搭八派432元，位置 Q 五搭八派125元，五搭七派107.5，七搭八派57.5。跑第四名就十号啦，英雄豪杰。AC 整翻场啦。啱啊！上名呢场赢，睇埋二重彩，五号、八号顺序派934元，单天日五号、七号、八号啦，派776元。仲有三重彩，五号、八号、七号顺序派5591元。关键起步度咧，好快已经啊 cut 咗出外栏啊！今日順就係順嘅啦，三邊啦，我就要。好，第三名巴閉哥啊，一路頂住只英雄豪邁，英雄豪邁都唔係英雄豪傑都騎唔到。但系英雄豪杰会唔会最后阶段仲系黐住外栏嗰度，可能有位咧？诶，三拣一预计派彩啦，胜出 A 三其他冷门嘅派32.5。
站唔開喎。巴閉哥有啊嘛，巴閉哥冇嘅，站開啦。潘頓嚟噶嘛，梗係唔會俾你站開啦。因為反而疑心星可能最後嗰幾步都慢慢向咗入邊嗰啲跑線，可能喺外欄嗰邊等到位嘅。疑心星啊，跑啱曬啦，前外欄出閘又快。佢又揾到條新出路啊！二三星，精彩勇士就係其他對手啲塞咯啊！即係咁啊，佢啊坐正啦。四連環預計派咗啦，五號、七號、八號、十號派379元。四重彩而家派彩啦，五号、八号、七号、十号顺序派14964元嘅。我就要睇下可唔可以四 win 啊！尾场赛事都大热门嚟噶，新力高升，上次个势头都几强。其实练赢一头场啦，今日啦。咁呢只佢都真系好夹档噶，精彩勇士。就好记得季初潘顿嗰场咪忍到最后嗰百五二百先骑，就点知俾人即系封一封，夹一夹。后尾系落飞啊，13倍。系啊，绿灯。而家都冇咁力短添啊。另一只落飞就系加州雷电啊，表现就唔算话太好。我覺得連續兩場啲加州係都落好多飛，頭先加州海過飛燈，呢場加州雷電都係。仲有尾場啊，仲有第十一場啊，今日。嗯。下個星期都係喎。下星期加長啦，加個長四歲馬賽事，翻嚟復榜啦！見到啊蘇地紅啦，幫幫手啊，做咗副練馬師嘅工作先。咁啊，睇下佢點快發啦！精彩勇士二當一出閘啊，第一隻彈出嚟先。一一型同埋嗰只晉王寶咧，起步嗰度有少少偏慢嘅。咁啊，二心星就係大愛當位置啦。而家第二位巴閉哥出閘都尚算順利，拍住就係英雄豪傑藍眼罩、八心之威，然之後就八心八戰啦。中間啊，心花房後少少啦，龍騰飛翔啊，拍住藍三橙帽非凡內欄嗰對就加州雷電同埋只三代同心。一一型有冇位咧？暫時尾三。步速就比較慢啲嘅，特別係第二段咯，所以你見啲馬咧都係前面嗰扎咧翻曬嚟嘅。咁當然睇下只英雄豪傑咧個取位點先。佢呢度見呢個位要同阿潘頓爭嘅喎，大家都未有。何澤瑤嗰只埋咗嚟，一味等，冇啊。但佢啲手勢又唔係好嚇大力咁逼㗎，阿蘇兆輝啊，好柔嘅咋。有啲唔係㗎嘛，有啲人賺出嚟㗎嘛。以前見過佢好狼死啲，驚罰錢都罰得多啊。第十場都復光完，不派彩作實啦。位置 Q 五搭八派125元，五搭七派107.5，七搭八派57.5。組合獨人三揀一啦，勝出 A 三，其他冷門咧派32.5。二重彩啦，五號、八號順序派934元。四連環五號、七號、八號、十號派379元。四重彩五號、八號、七號、十號順序派14964元。馬寶派彩頭關二號美關，五號派1740.5。頭關二號美關，八號安慰獎派114.5。分段時間頭段13秒05，第二段21秒07，末段23秒03，總時間57秒15，比標準時間慢1秒嘅。